最近的所读亲好朋友早安快乐，这段时间是我们慈天必生公为您所提供的节目，感恩我们的朋友对我们的节目支持和爱护，有需要服务不用客气，慈天必生公的服务电话5916045，外观机的朋友给控我现场的节目开放一线电话5966449，我们都可以来利用，在这里祝大家吉祥平安早安快乐。他有对信官人安排一对白衣神咒，邀请我们的朋友共同来分享一对白衣神咒，和我们的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普照大地，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所收听一段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白衣神咒啦吼。哎呦，你甲讲咱人呐，无甲算吼，讲啊人生不过30000天啦，有人讲无哦36000日啦，吼，这就是爱食到100岁才有36000日。但是咱去甲算讲，啊，人生不过30000天哦。啊，咱的朋友，你捌去甲算看卖啊？讲啊，30000天到底是几岁？30000天到底是几岁？咱来甲算看卖，讲，哎呦，活到83岁，咱来为一岁开始算哦，活到83岁，大概就差不多30000天了吼。咱原本呢，对咱的人生无啥物概念。啊，咱也是吼，甲算看卖，讲啊，人生短短也不过30000天。当时也讲吼，活到83岁，咱就只有30000天了吼。啊，那36000日后边的只这个6000日，吼、哦，咱就是爱一个高寿的年龄了吼。啊，所以吼，咱即马呐，今日过了要有明仔，明仔过了要有后日，啊过了后日啊，够大后日的话了吼。那么呢，咱就是逐天安尼日子吼，啊无数处的吼、哦，让他这样子。空，人讲空过啦吼。真正安尼数字摆伫咱的面头前的时阵，咱突然会觉得说，人生也无偌长啊，吼，不过30000天，83岁，咱就活有30000天了吼。啊，所以讲咱的朋友，咱有偌济吼，伫30000天内底，有偌济无快乐的，啊，有偌济吼是平平淡淡的，有偌济是充实的，偌济是虚度的。人讲做囡啊，唔捌啦吼，差不多到20岁。哦，差不多逐工一日天天啊过啊吼，啊咱扣掉吼囡仔无啥捌的，扣掉咱阁懵懵懂懂的，哦扣掉一寡咱唔知影要安怎生活的，安尼诶83天多好30000天呢，所以咱有多少
哦、多少天是为自己而活了哈？哦，偌济咱是吼虚度光阴诶，从人生短短三万天呐，何其短暂呐、啊！但是吼、哦，其实啦吼、哦，咱也要生活生命。吼、哦，伫三万天内底，吼、哦，咱呢会晓去甲偏白啦，吼、哦，真正你懂得去善待生命，哎、欸，八十三岁也是高寿了，吼、哦，嘛是算高寿啦。啊，咱也袂晓去善待咱的身体啦，去甲食毒啦，吼、哦，啊是讲吼、哦，咱的身体去甲控甲歹去啦。有个人身体，吼、哦，差不多是咱讲三万天内底，吼、哦，食药啊破病较济，咱的生活规律。到了讲吼，人生过了80%啦吼，啊，咱讲三万天，哎、欸，差不多啊，吼，啊，咱的生命尽头，咱才发现到讲，嗯，啊，咱来到这个世间三万天，那才紧得过啊。但是呢，讲紧嘛无紧啦吼，咱人为一岁吃到83岁时阵吼，咱那真正是一事无成啦，你喊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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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三万天完啦。但是咱只要要吃到90几岁、100岁，应该不是问题啦吼。只是讲，咱的生活吼、哦，是不是应该安尼过吼、哦？咱一世人敢注定爱安尼多吼？这是讲啊，咱若认为咱家己足悲惨的，然后你也感觉讲，83年我着真艰苦拖，真艰苦磨，磨到83当三万工了吼。但咱若心境去个转换一个乐观，人生有重新改变的机会无？有啊。只是讲吼、哦、想法尔，然后啊，不管讲吼、哦、啊，不过三万工。咱个算算啊，差不多83岁，那么咱来珍惜这83冬啦吼。啊，咱嘛呢，卖讲扣掉一挂懵懵懂懂的，扣掉困的，然后你个想，咱困的较侪做的嘛有啦吼。啊，艰苦病痛较侪做的嘛有，浪费时间的较侪嘛有。有个人浪费伫家格内底判无期徒刑啦吼，啊是讲伫这个人世间内底有真侪荒荒废废安尼，真正真实去面对咱的生命，真实去面对咱家己。你感觉活了真透棒，活了真自在。这83岁内底30000天，你是有尽情享用你的哦，咱讲享受你的生命，啊有去甲发扬光大，讲这个生命。在宇宙当中，你做了多少好事啊？吼，但对不是讲啊，你懵懵懂懂个过，吼啊，有个人伫感觉个过，有个人伫病院过，啊，有个人是残害自己，然后有个人想了未好势啊，来自杀，吼啊，自杀无去的，吼啊，是讲咱家己本身残害自己，吼啊，甲咱的身体呢，甲伤害个呢，吼，咱千疮百孔，无一个健康的身体。咱活伫这个世间的生命顶是假啦吼，虚度光阴，浪费社会资源，你讲是不是呢？来讲到36000日啦吼，哎，这块歌真正是足有意思的吼，听着就知啦吼。这块数天数，有真侪翁仔某因为听着数天数，哎，你帮我数，我嘛帮你数，为什么？无一个计较啊吼。搁一项就是讲吼，斤斤计较。在翁某当中，如果说计较这两字没放下来，吼，执着这两字没放下来，互相没包容，那这种的翁仔某过日嘛，哪过年啊？啊，所以你来听数天数，听听咧，诶，有什么怨气拢放下落，因为36000日总过完啦吼，在这83岁当中，咱就去掉30000天去啊吼，啊，所以讲咱的朋友，咱讲。敢有人人拢有法度活到83岁，还阁是健康的，思想思维还阁是正确的，乐活的生命，热爱生命的人呐、啊。那咱83岁时间还阁是真空间，思想观念拢真好，那没想到赞叹咱这所有会晓过生活、懂得珍惜生命的人呐、啊、吼。36000日，咱爱当下活得非常非常的有自信呐、啊、吼。天数数天数，百年36500，何必等到不能动了才去珍惜每一步。你去数一数，你去想一想，你能活到多少数？恩恩和怨怨是
是雨霏霏，还有什么烦恼不能放？人生苦又短，人间情更长，哪有功夫乱断肠？去想一想，你能活到多少数？本来和圆圆，世事与非非，还有什么烦恼不能放？人生苦又短，人间情更长，哪有功夫讲时间咧过足紧嘞，吼！哎呦，啊，节目伫开始，噶即马已经过了13分去啊。所以讲谈心的时间呐，吼，即马就是讲咱咧讲心灵谈心的时间啊，时间过得特别特别的快了，吼。咱俩较早拢有那听人讲一句话，讲哎呀，个人食饭哦，啊，就个人饱，啊，个人的业障就个人担啦，吼。啊，咱咧甲观察察嘞，吼。啊，不管讲咱今日所观察的这道亲啦、啊、吼、啊、亲情、朋友、六亲眷属啦吼，敢那有影呢吼？啊，各人的命运的曲线真不相同啦、啊！吼、啊，每一个人拢无同款，无论人有信任任何宗教啦吼、啊，有做偌济代志啦吼，啊，伫咱这个人间内底，所有善事的教导人啊，拢是因果论，甲法师，拢是叫咱讲爱。哦、相信因果啦，这个因果论哦，啊，过来就是讲，用法师比财师还更好。为什么？咱讲法师会当导正人心啦，吼，啊，清净社会，端正社风。财师是讲对象，真正是弱势团体啦，吼，咱去做一挂吼，啊，咱讲会当布施的工作，但咱发现讲这福慧双修的这个吼道理啦，吼，修福。收费真重要啦，尤其是吼，人讲必先好为先，咱即嘛吼，讲行善处处有机会啦吼，但是人生是一个旅程啦，吼，啊，咱希望讲咱去领悟正确的方向，福报真重要，但是咱未使讲去执着，干那讲我要来放生啦吼，啊，放生要来得功德，但是咱放生有时啊嘛是去妨害着这本来自自由由的这鱼虾水族啦吼。好、哦，有个人讲执着，执着施贫也好，吼施捐也好，啊，恁讲啊执着要做一项，过来就是讲啊，我着执着吼来放生，买一挂菇来放生，买一挂鱼啊来放生。但是咱讲爱福爱慧，爱福慧双修，本来吼、哦、咱无去干扰着吼，
本来人伊就伫迄个所在咧生活，即个鱼虾水族啦吼，唔是为着咱家己要得功德，啊去家掠一寡鸟来放生，啊咱要来得迄个功德。其实啊吼，人做这个吼功德，绝对袂使选，咱袂使选项啦，讲啊多一项对我上有利，我就来做迄个我上有利的，啊我一世人都干呐要做这项。人讲有修福嘛，爱有修慧啦吼。啊，在咱今嘛咱咧做的当中，那你要去领悟正确的方向，福报虽然真重要，但是呢，人生中啦吼，每一个人拢敢那亲像一只啥，一只吼在航行中的诶这个船呐。啊，人生中每一个人，那如果讲咱有去啊对着这个啥，对着咱这个方向是对的。吼、哦，咱坚持去甲做，但是袂使选项啦吼。选项就讲我甲执着做某某啥物，啊，其他我都无要插。安尼咱就福甲慧分开去啊吼，有修福啊，但是无修慧啦。你讲是毋是呢？所以较早人讲所谓福报，吼、哦，所谓福报最要是要去修，不是去求啦吼。较早咱是讲所谓福报是去修，唔是去求。啊，今日佮咱来讲，无去修，啊，咱干来用去求诶。咱讲福田爱家己去种啦，吼、哦，人心好，行好，啊，但是嘛是安怎？咱定来讲心好，行嘛爱好。啥物叫做行？德行啦，吼、哦，心好，行好，命就会变好，啊，贵人就会增加，吼、哦，人生就会变较顺啦，吼、哦。啊，咱也毋知影去修福造福，啊，咱诶业障会增加。啊，头脑就愈来愈未清楚，注视就愈来愈未顺，所以讲行善积福确实真重要。但是冥冥之中啦吼，每一个人拢是希望安怎？希望讲咱的人生吼啊，不管讲咱今仔日的诶，这个有强求啊，无强求啦，咱拢希望上天慈悲啦吼啊，咱会当吼得到上天的垂爱吼啊，天恩殊德。好，咱的这世人咧平平顺顺，哦，神明来甲咱保庇，佛祖来甲咱保庇，咱拢希望安怎得到，就是一个优渥的条件，阿拜家老有一个真好的退休环境，然后啊，过来就是讲啊，身体也要叫求健康，吼、哦，安尼家拢总是咱啥，咱讲修修福田是爱家己去种，吼、哦，啊要爱好命，就爱家己去做，然、哦、后啊要爱身体健康，就爱家己去运动，然、哦、后。所以讲，福报不是用求的，福报是用做的啦。你讲是不是呢？咱有正确的选择，正确的选择，咱才真正有去做到真正，吼、哦，有利益自己，有利益他人呐、啊。所以伫咱生命路程当中啦，心存善念，多行善，能够多行善布施，会当让咱的命运变好。这是咱大家拢捌听过的道理啦，真简单，真简单的道理。吼、哦，啊，讲到尾也讲，啊，慈悲甲道德。好、哦，唔是咧做予人看的吼，是咱直接去影响到咱家己。啊，所以讲吼，慈悲甲道德，唔是讲要做予看报纸，要做予人看的，是你点点啊做，自然就有福报；点点啊做，自然这个福德因缘，这个善，这个福德因缘，吼、哦，都会予咱的命运变好。这唔免讲你去求神来甲咱，吼、哦，甲咱转。咱只要点点啊有咧做，吼、哦，啊，咱今日呢？讲的这个吼，宣讲这个吼，因果力量有偌大吼，啊，咱要做的工课是随因缘去改变，吼，咱的因缘呐到，咱就去做；因缘呐还未到，咱也卖强求啦。你讲是不是呢？但是嘛，你讲就讲，伫世间啥物款的法施因果，吼、哦，也是讲吼，咱讲布施、财施，推动法音济世，啊，利益社会大众。咱讲道场也好啦，吼、哦，咱今日讲助缘做好事嘛好，吼、哦，无形界众生本来就是要来影响咱的肉体前途事业，为什么要来给咱影响？这叫做助缘，所以咱定下去讲咱人吼、哦，去拄着。拄到逆境嘛是助缘，无应该众生本来就是要来助咱，助咱成就啦。咱去拄到逆境，咱会晓去改变，啊，会晓去改变。伊有时啊，一半摆去动到咱的肉体，但是吼、哦，啊，咱无应该的灵友，
咱定咧讲冤亲债主啦吼，咱甲当作是无形界的灵友，所以咱要甲做超度嘛，是讲啊，伊可以得到伊无形界的这个啥助缘呐，来改变这个磁场的能量，咱家己去调和。所以讲，灵修对每一个人拢是提供因缘呐。吼，灵修不一定讲爱吼爱开工领子办圣务啦吼，做基薪啦吼，只是讲咱有另外一个因缘。啊，这个因缘就是讲无形界灵友需要咱甲做，好，咱在灵动的时间呐吼，或者是讲啊，拄到无形界灵友啊，甲咱有迄个因缘机会磁场都要相克，啊，伊来借咱的体来修行，啊，这个无形界的灵友嘛，等于讲甲咱有一点因缘，你做伊，伊就来做你啦吼。所以咱有的人灵修咧问咱讲，啊，咱灵修在灵动是自己还是有其他的那一种气，还是神来？咱也有时啊，拄到一挂无形界灵友啦吼，啊，谈咱有这个因缘要来共修啦吼。有时阵啦吼，咱每个礼拜六晚上，咱有咧共修的时间，吼、哦，咱来讲无形界的灵友，他本身是有善的，伊只是要来借因缘，吼、哦，借着咱咧灵修的因缘，伊嘛要来安怎，伊嘛要来共修共成就，啊，换咱帮助伊，伊来帮助咱，无形界的善友，吼、哦，啊，所以咱讲。咱无爱冤亲债主，是因为咱冤亲债主袂去个导引你来跟咱共修啦吼。其实咱家有怨缘，累世有怨缘，还是讲吼，咱有相欠，总嘛是相欠有相欠的因缘。啊，咱要甲伊了缘的是啥？唔是讲要用驱赶的方式啦吼。就只无形界的灵友，不管今日你是要来甲拼考试单，你是要来甲讨报的，我依然感觉甲当作神友。这无形界的灵友，我们该当作神友，共同来共修。我该做的、该超度的，我回向给你。吼、哦，有因缘机会来当超度，我就请师尊吼、哦、啊，给你引导，让你有一个好的所在去修行，有一个好的无形的地所，咱讲无形的这个啥环境，让恁去修行。啊，这就叫无形界的灵友，你也当作神友，吼、哦，嘛同款。灵伊嘛有想要改变，伊嘛有想要修。吼、哦，啊，咱人讲冤仇人，诶，反正到尾变好朋友。啊，你讲冤亲债主，你然后你甲超度，伊到尾啊会助你。本来是助力，到尾啊变助力。本来是阻挡你诶，吼、哦，阻挡你事业，阻挡你婚姻，阻挡你诶，你诶所有诶种种，吼、哦，互你肉体艰苦。但是呢，你有甲伊当作是善友、灵友，你要甲改变，改变咱两个关系。一个无形的，一个有形的。啊，我要改变我跟你过去世这业力的关系，就是你善胎，善胎就是卖怨言呐，吼、哦、啊，好好啊共修，有好处你就回向给伊。像讲你有得到什么功德好处，你就甲回向哦，无形界灵友，吼、哦，咱甲当作是无形界灵友，累世冤亲债主万亲，你嘛甲当作无形界灵友，大家等有机会来共修，哦，共成就，你来成就我来助你离苦得乐。这种无形这互惠啦，啊，咱这咱足少人要想要去做这啦。咱要去奉献做功德啦，吼，要来对遐做功德，拢希望咱要得到的是功德。但是足少人讲主动要去吼，甲咱累世这怨缘怨结去甲解除，还是讲超正，吼，或者无缘界灵又得到利乐，吼，咱做这种的功德，较无人要去做啦，吼，总是拢有去踢到铁板啊才会做。咱若讲啊，有去拄着磁场吼，啊，就改变甲咱即马厝内底，就安怎拄安怎，人身体安怎拄安怎，啊，是灵别体安怎甲安怎，咱才要来做。身体艰苦甲啥物情形吼，医生咧医无效啊。迄个时阵，咱才有去想着讲啊，有可能咱有冤亲债主哦，啊，有可能冤亲债主，啊，无咱来去做超度。迄个时阵是叫做高不离三种诶，高不离三种做回向，高不离三种承认。咱过去是有做唔到，即世人今仔日的运行袂顺，肉体袂好势，事业袂好势，咱今仔日才会去想到上界尾部啊，已经无路通行，你才会去想到这条。所以咱若平常时啊，咱讲无形界即众生本来就是吼，伊、哦、有这个因缘，甲咱会做伙的时阵，咱要去改变这个能量磁场，都、就是助缘的，唔是怨叹。咱对伊的助缘，提供伊一个真好的无形道场。有一个所在可以去修，有一个所在可以圆满。啊，你解圆满，就是等于这个圆就解除啊，叫做冤亲和解啊。啊，冤亲和解，你助伊这个灵
有一个住宅的所在，有一个真好的修行的这个道场，然后无形道场，好有一个皈依的所在，这就是你给他的因缘，啊，他的反倒回来怎样？他反倒回来来助你，所以说本来是助力，来助动你，到尾啊，你功德做好伊，你有给他有这条因缘，伊就换反倒回来来助你，来强成就。啊，所以讲咱足少，咱一般啦吼，一般人袂讲家己主动来讲啊，我即马都吼，过了嘛真好吼，啊，逐项拢足顺的，啊，你去想着讲你要甲做啥物功德回向，吼，要甲回向做报恩感恩吼，啊，是讲了缘，咱拢是拢过不离三种，行甲无路好行，问甲无路好问啊，到尾也去踢到铁棒啊，踢到这唔是遐唔是的时阵，你才就承认我们犯错了吼。你才会承认讲啊，咱敢那有啦吼，敢那是这世人，咱知影咱别人拢会顺，咱袂顺，你才会去承认，就讲哎，好像还有一些未了的因缘啦吼，才无应该灵友会去障碍着，啊，咱才会去想着最后无报啊，你才会想着要来改弯设计，吼，啊，咱才会想要去来做功德，咱一般的人拢同款是安尼啦吼，但是咱即卖意识打开啊。所谓意识打开啊，就是讲咱了解啊，咱了解讲伫冥冥之中自有定，所以讲有这个因果论的咧。这个、因果是世间上公平的啦吼。啊，恁即马对着这个因果代志，咱已经较有概念啦。咱即马人吼、生活较真幸福，伊嘛想要来做了愿，为什么？如果有我尽量还啦、啊，如果有我尽量做啊，宁愿信其有啊，绝对莫提起啦吼。咱若提起，有可能啦吼。啊，今日梅香所讲的这，咱无提起的人，你会相信因果。啊，咱人拢是五不离三种，从逼甲无法度啊吼。啊，已经人讲文太师用要行到绝龙岭，迄个时阵，你才想要去问，想要去请问。请问的时阵，你得到的答案就是安尼。你爱做功德回向，你有一挂无形界的灵友，过去世、过去生，咱有一挂亏欠，这个万千万缘爱何解？相信你马上去甲处理，豆豆啊处理就可以啊。这个乌云大雾就开去啊，啊开去，咱就去接到新的这个啥，接到新的云，啊嘛去拄到助缘，啊去拄到好的贵人呐、啊、吼。自然咱也慢慢调理调理了，咱讲无债一身轻呐、啊、吼，肩胛头轻呢啊，人身体嘛好啊，家运就愈来愈光明啊。所以咱唔通吼提起。唔相信因果定律啦吼，因果定律是介公平，啊，咱人你都安尼甲想，咱别人先来过个只轻松，无病无痛无灾无难，家庭幸福又搁趁钱容易，为什么咱家己行到即马颠颠簸簸五六十岁啊，到即马还搁伫遮，找袂到一个出路？原因是对，有时候你现在想到了，啊，想到啊了，咱要做嘛也袂慢啦吼。只要讲咱有迄个心，想要去甲和解，即所谓灵界，或者所谓灵友神，人讲神友啦吼，咱甲当作是神友，莫甲当作伊是障碍。安尼咱即个施舍的心，咱有个人拢施舍对啊，对我有好处，我才卖啦吼。咱一般拢讲啊，做功德来佛寺做功德来创啥，还是来做啥布施做功德，是对我有利益的啊，我有功德的，对我有利益的啊那。超度这个工课，不管祖源的超度啦，地基主的超度啊，自身完成这组的和解啦吼，这无形界灵友的障碍，咱拢个当作是歹事啦吼，其实不是坏事。我顶下咧讲的吼，无拄到这个因缘，你未晓去了解啊，这个家己伫世间爱了了咧，咱唔通阁担累世这个因果，阁再阁来吼，后世人阁再来，愈结愈大，愈大结啊，愈甜愈。愈远，骨头愈拖愈长。咱今日因祸得福的讲啊，我听到这个发音，我听到这个道理，我想有理。世间人就是安尼，你若听会到理，啊，你感觉讲这是会使去甲做看卖，反正就是咱重新偏白啦吼，咱的运命的开始啦吼。所以有人退去归世人诶，吼啊，但是伊家己唔知影讲伊的障碍伫倒位，是因为伊讲话。这个问题也是因为伊的脾气，因为伊唔信神、唔信邪、唔信因果，所产生的这个业力。所以有时吼，咱甲咱的道亲讲，
咱人天地人界啦，吼，天地人绝对有这个所谓，吼，咱讲上界吼来想法，吼，啊，咱人界内底去收到这个磁场啊，吼，啊，过来就是讲，伫咱这个无形界，这个无形界的灵友，伫这个好甲歹，咱家己本身啦，吼，伫咱的公马内底啦、刀房啊内底，这好甲歹，好是啥物？好就是助力啦。不好就是因为他过了不好，他需要你的助缘，并不是说他有心要来，有的人说、我们的公妈就不用拜，拜公妈越拜越害，不是越拜越害，是因为他有需要，有需要你跟他斗三工，所以他会给你一个小小的障碍、你只要去跟他了解，了解他的需要，针对这个灵界，我们自己的历代祖源去跟做这个功德回向，我们人就安定下来。这就叫做啥？咱常咧讲灵，甲咱人的这个精神层面是做伙，所以这条隔灵，伊甲咱的这个啥，甲咱世间的这绝对是因缘无脱节啦吼。伊若好，咱就好；伊若无好，咱就会渐渐无好，是因为磁场的对立甲迄个因缘拍死结，所以无助缘啦吼。伊若无助力，咱伫无形界当中有产生着一个阻力。那么，咱贵人的远离啊，小人的来啊，贵人的远离，咱咧行的路，自然都会拄到坎坎坷坷啦吼。所以讲，人生咧讲谈因果，讲因果，因果是咱上现实的，嘛是上公正的批判啦吼。有相信的人会当去解结吼，解结吼消灾啦吼。唔相信的人，一世人36000日。你嘛，同款伫这个所在，然后，人讲浑浑噩噩，不知道你的障碍在哪里啦。唔知咱家己今日是对大咧关掉，对大咧唔掉。现在该赚的钱无赚到，吼，该来的无来啦，无该来的拢来，吼，即个所有即个问题拢是伫。咱这人讲人谈人生讲因果啦吼，因果就一个定律，相信的人有助缘呐，你讲是不是呢？明月师姐所点播的佛经，今麦就给你做安排，邀请咱的朋友、道亲共同来分享。
地一段吼，一地佛经。感谢咱的朋友进功德。出年必胜公，咱的宫址是伫惠林关大陂乡三吉村中陂十六至五十二号。没想曾经捌介绍过，就是咱的虫草王，真久无阁甲咱的朋友提起啊吼。人讲春天养肝，就是咧顾目睭啦、顾五脏啦、顾六腑，啊，就是讲伫咧春的时阵，咱加减爱对咱的身体小照顾，讲食食哦，对着养目哦，就是讲肝若好，人生是彩色；肝若无好，人生就是乌白。然后啊，梅香来甲恁讲这个虫草王，伊这个是咱的真特殊的物件，就是北冬虫夏草。咱用这个五行的酵素去甲培养，所以讲伫咱即马这个春季的时阵哦，开始咱哪里甲补明目固肝，做来去固咱的五脏药物五行啦吼。咱嗲讲木，伫咱这个吼春夏秋冬内底，这个时阵哦，咱哪甲食哪甲固，会对咱的这个啥，对咱的身体啦吼，甲咱的能量有真大的帮助。所以今麦才甲恁讲到这虫草王，会记有咧食的人继续食，吼，啊若无咧食的时阵，今麦开始用肝明目，吼，五脏六腑调和啦吼。人若是讲吼，啊都这个排泄未好势，吼，啊有时阵吼，若要排泄都爱搁靠药物啦吼，就是咱咧讲大便未通的人。你甲食虫草王，伊这是五行的酵素调理的，所以伫这四季内底，春夏秋冬，伫这个春内底面，一直调咱这个啥肝吼，肝甲胃、脾吼，啊，过来就是讲，咱人呢肝脏若好，人生先来财神，肝脏若好，都袂下雨洗身，做完过都有这个啥有精神，尤其是开车。还是讲暗时啊，咧做夜班的人，虫草王你真的可以，甲当作是一种啥，吼一种另外一种吼，予咱能量的一个真好的物件。所以咱即马是请五盒，吼送三盒。啊，咱若如果讲虫草王你有咧食，啊食好你嘛爱共斗小补。即马甲咱吼讲到这个虫草王的好处啦吼，老大人会当予咱精气神较饱足，吼袂安尼下意识神。少年人吼做工课要爱有这个脑底，爱有这个敏捷，就是爱肝好。啊，咱嘛是爱去甲顾机灵，然后啊，咱姜呢吼有这个青草，或者桔圆吼，啊，咱讲木工草啦吼，啊是讲这个扁头斑鸠子，就是咱讲即卖吼上界侪人咧食的物件，吼啊，咱呐如果讲有当来摕咱桔圆呢，吼无讲收费啦吼，就木工草桔圆，吼啊加咱这扁头斑鸠子也学名，然后。啊，所以讲，咱若是如果讲有咧用吼，平常时有咧调理，吼，对咱的这个吼身体自然对，啊，喏排有一挂排一挂吼，咱讲废气垃圾，吼啊，这囡仔呐咧生条子、生头发尾，拢会使来吼请咱这桔圆的木工草粉，然后来对面都有两种，就是木工草加咱的扁头斑鸠菊啊，吼，这两项是咱这个木工吼所传落来这个秘方。啊，就是讲，予咱这个囡仔呢排泄，啊，有咧吼，食薰啦，吼，或者食酒啦，有诶无，即你改未掉，但是食薰嘛无好，食酒嘛无好，但是咱的肝脏机能负担真重诶，肺部负担真重诶，啊，咱要甲食一个啥调理诶，你拢会使来透木工草粉，吼，啊，加咱的扁头斑鸠菊，然后咱即有甲调做薰啦，吼，即甲人结缘啦，吼，人讲体内环保啦。啊，咱若讲要食一个讲对精气神袂歹，吼啊，会当呢维护咱的五脏五行，咱平常时啊的这个啥机能啦，莫有退化，都是咱的虫草王，真正有够赞的吼。来，以上这拢算广告，啊，来广告完毕了吼。咱有需要服务了吼，啊，慈天必胜公的服务电话。5916045，下晡是两点半，赶快到这些时间。咱常咧讲啊，问事，唔是讲有代志也较要问啦。有代志较要问，就是叫做代志到手啊，吼。啊，未使讲啊，等代志啊，已经吼补个一片足大，人讲一片正大片，你未收山，较要问，安尼都唔对。咱讲食保养物件，就是啥未雨绸缪啦，吼。咱讲啊，未够吼，啊，咱就是先保养，温嘛赶快。咱的身体是也无讲害甲足害，你来保养才有效呢。啊，你啊身体害甲足害啊，你机能拢退化了了，都根本都未吸收啊。
啊，你未吸收，你讲这个时阵我该要来保养，拼命要来保养，伊都无法度甲你吸收，同款的意思。啊，温，如果你若讲平常时也无咧问，等啊代志足大条的时阵，啊代志嘛已经发生啊，发生你要去甲收尾，总嘛是后边啊个一个问题的咧。啊，所以讲温嘛是爱保养，就平常时啊问就是问吉凶祸福，问一下吼代志吼诶这个。吼、哦，咱平常时会当做一个准备，像咱阿囡啊，吼、哦，咱的囡啊，如果讲都十八九岁，都当爱耍，当爱徛有多歹，吼、哦，咱咧爱去甲问看，讲这个囡啊今年流连运动，是唔这个血光啦，吼、哦，也是讲有这所有的无好，而这个运动拄好伫咱这个囡仔行运，所以咱这个问行运，你行运啊歹，吼、哦，咱爱去甲这个运去甲处理你，唔通讲代志发生啊。所以人较早人会讲，啊，火车过在咧分别啊，就袂赴。火车过分别啊，就表示讲上班的意思。啊，咱人就是讲吼，藏酒会芳，藏病会重，袂使讲有病唔去看医生，都啊论，都啊论，论论论到医生去吼，啊，甲你害头，讲啊，这严重。咱若讲有病，就是爱袂使论，该检查爱检查，叫做预防性过治疗。阮嘛是预防性过咧办啦吼。预防就是有问，啊，咱家己去注意去消闪，吼、哦，通也唔通去了解一下。所以下晡时两点半新生吼、哦，咱有这个这些时间啦吼，啊，跟咱的道亲来结善缘。啊，那是有需要服务，免客气，慈天必胜宫的服务电话：5916045，我关切边在给空哦。来度假吼，咱的蔡师姐啦吼，讲、哦、要听一段足久足久没想无播的。重新忏悔了吼。心依依，静心。
现在所收听一段忏悔，因为忏悔你若无听到后面这段就感觉味道无够了，就加一点这样。咱讲灵会因为咱在听，咱讲啊心情心情啊，你听到都一段歌的心情。我听到一段歌，我听了真欢喜，他噗噗就想要跳舞。我听一段旋律，感觉真好，我的心真静。所以咱讲听这个歌，当触动我们的情感，然后这感情意识，这感情意识，感觉这个音乐就当多伫心心，然后。啊，听一段古筝音乐，你就感觉哇，心真清啦吼。啊，来到这个山顶吼，安尼，安尼就感觉啥？感觉讲，来到这袂歹。啊，所以讲，人拢是感受的啦，有感情的吼，叫做有情众生啦，有情众生。啊，有情众生当然啦吼，对有情的物件啊，咱会去追求啦吼。所以命运随时拢在转动，啊，人拢会当去掌控它。我有一条适当的，吼、哦，咱定咧讲，人适当该做的去甲做，该咱对的咱甲对啦，吼、哦，啊，无该咱对的卖强求，安尼咱都袂安怎，咱都袂空空，啊，做甲尾啊，吼、哦，你会感觉讲人无价值啦，吼、哦，贪甲尾啊过头去，吼、哦，甲你会感觉种身体，咱贪做嘛是一种贪呢，吼、哦，唔是讲我咧贪财、贪利、贪名，啥叫做贪？你今日食到六七十岁啊，你甲做甲骨头拢歹去啊，到尾啊伫遐酸伫遐疼，吼伫遐吼骨头叫无好无好势，骨轮骨轮爱换，吼、哦、有诶髋关节无拄好，啊有诶人是要屈屈袂落，要行行袂去，啊迄个时阵咱少年甲磨害去啊，你有甲做偌济，你用身体甲磨偌忝，人工疼伊都互你疼偌济啦，同款诶意思。所以咱定咧讲贪做嘛一种贪。哦，贪做嘛一种贪。今日咱贪做，咱无顾咱身体，等咱食济回哦，四妞，人讲四妞啊病，今日时势更加有效，伊都无再来替你担。我定甲人讲的一句话来讲哦，少年人哦，你做工的时阵哦，足够做，足认真嘞，直直做，哦，啊拢无你家休困，等甲骨头拢歪一边，哦，走路拢歪一边的时阵，你讲要甲调整哦，对，啊暗时要困好困，未酸未痛未麻，哪有可能？这就叫做啥？做的是因嘛，贪做的是因，到尾啊吼，底下咧疼，底下咧酸，底下咧抽，迄就是果嘛。啊，那因果嘛，才简单啊。你讲晓啊，干那做嘛有因果了吼？做迄个因果就是讲啊，咱甲做过头的，后壁咧艰苦病痛，这就叫果嘛。头前面做的是因，后壁得的是果。啊，那因果就伫咱家己平常时日常生活，逐工嘛咧因果。对无，咱讲唔对话，今日个道人来有形看嘛来对峙啊吼，人去讲讲一个是非哦，啊今日个道人来问看对啊唔对啊，这就叫做因，咱做着因嘛，啊今日个红拄着对胎就是果，啊那因果本来就遮简单的代志，咱免甲讲甲讲哦，足远个啦吼，人生的因果就在当下，有时阵啊，咱听讲咱人足可怜的啦吼，做好啊风险，做歹嘛人。做歹风险是应该啦，做好人嘛有话要讲啦吼，啊做歹嘛有人讲，是安怎讲？有的人吼，足爱去做义工啊，做甲过头去，四大人拢无顾人嘛讲啦，啊某咪人拢甲咧爱名声呢，吼、哦，拢去外口做义工，家己大家官拢无照顾，甲放了哭哭脸，安尼人嘛是讲，啊但是你讲你都去做好事啊，但是你无去甲内底先做啊圆满，咱讲做好事先去外口做。啊，内底甲做无圆满，人厝边隔壁安怎？你若要出门啊，讲要去做义工，人就差不多伫遐抿嘴抿舌啊，讲你甲看，迄大家官人啊，该煮的无煮红食，该款的无共款，怎啊放咧？安尼要去做义工？啊，你讲你去做义工，感觉真伟大啊！我是去做义工呢，啊是伫要得功德啊吼！啊，我是要去做工课呢，啊，他大家拢看我对我印象拢无好，啊，先来对咱印象无好，就是咱来顾无圆满。啊，干那做外，啊，你来来做无原本做外，当然人伫外口的人看久来，伊会感觉安怎？干那恁大家官，还是讲咱今日内底顾无好，干那内底人去甲你讲一句啊，讲爱到干那咧讲外口尔，啊，内底拢无你迄个，安尼，你今日做甲人讲做甲外原本伫外口名声偌好啦，伫你的周遭的环境生活的人，捌你的人都无赞同你安尼做啦。好、哦，无赞同你安尼做，为什么安尼？哎，叫做要先安定内，好、
爱定来来来底爱安定，先这工过该做咱先做，然后咱要去做好事，就是讲啊，咱还够有剩的时间，吼、哦、啊来来的人对咱无意见，吼、哦、对咱无意见，对咱在做的工过够进入赞同，吼、哦、啊咱去做的时阵，你够会甲咱等下，够会甲咱拍破啊，甲咱讲啊辛苦，今仔日，吼、哦、啊你去创啥，安尼真辛苦，都、就是来我拢一滴啊。啊！你做义工都无唔对啊！吼，所以有人讲：哎呦，阮做甲流汗啊，他会去用嫌甲流汗，为啥物去用嫌甲流汗？是你做时间上的问题分配了无好势。啊，你啊时间上问题分配了无好势，啊，你真正是做甲足勤呢，但是到尾啊，吼、哦、落下来的吼、哦，并不是很好的评语啦！吼、哦，安尼就等于讲，咱古早人讲的一句话讲：做甲流汗，啊，煞去用嫌甲流汗的意思。其实人的时间点哪呢的对，我们要怎么做都可以啦吼。啊，你哪呢不对啊？有时啊背道而驰，你做噶呢，真正是都足辛苦的咧。结果都无人甲咱拍破啊，无人甲咱赞叹，无人甲咱讨论，你做噶尾你会信无？是咱方法唔对，时间点唔对，唔是做好事唔对啦吼。所以咱的道亲讲，做义工是很好，但是要把里面的事情先安顿好了吼。该做的先讲做啊，好，咱出门才未去和人讲话啦。你讲是不是呢？来，咱今日吼，伫这个时间内底啦吼，啊，讲啊讲，爱甲看者，哎呦，啊，这么时间啊，才紧啦吼，啊，咱甲话啊，未讲到一个圆满，啊，时间就差不多要到啊吼。下晡时两点半，咱就这些时间，咱讲心性落架，最主要无非先抗生啦吼。我一样就是先教忠教孝，咱母娘的八宝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最主要是咱的宽和坚韧，这是常生活咱拢足简单的道理啦。但是足少人有法度去甲实行做会到的啦吼。尤其是吼，咱咧讲讲好话、做好事、读好书、行好路。哦，这呢是咱这个道教的五欠啦吼，但道教五欠内底是咱老子在甲咱传的，吼，但是呢，咱讲实行日常生活的道啦吼，实行日常生活道，你生活那是会套房，自然家庭就顺利啦，你讲是不是呢？将来用到这段音乐来做回向，愿意跟你所讲的一切功德回向所兄弟姊妹，世世安稳常欢喜，消冤解业心清净，身体健康财难敌，家安如意事业顺，得住学尽功名成，所求事项皆如愿，身亡超生转安乐，法界众生得离苦，一切道缘正善因，今世慧开何便缘，无量寿佛太上感应，无量慈悲，感恩无量，无量感恩，在这祝福大家啊，家运顺利啦，事业成功，大家身体健康，吉祥平安，在这祝福大家，再见，拜拜。